屏幕前的小可爱最喜欢看什么动画片呢？嘿嘿，欢迎来到创造大赛，本期的主题是动画人物。对，没错，就是咱们的动画片里面的主角就可以了哈。其实像君君比较喜欢动画片还是蛮多的，比如说名侦探柯南是我超级喜欢的，好像我也喜欢就这么一个 no 还有我也挺喜欢熊出没的，我也挺好看的，然后喜羊羊灰太狼啊，我也觉得是非常 nice 的。当然我心目中最喜欢的就是迪迦奥特曼，毕竟迪迦奥特曼在我心目中可以封神，因为那个大古的扮演者太帅了。好了，不讲这么多的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九位选手有一位选手七号选手他是缺席了，不过问题不大，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创造大赛的。这次休息了一个星期没有直播，感觉我的手酸会缓解很多，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哈。虽然说没有直播，但是咱们的创造大赛还是继续的。娟娟的废话也就不多说了，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选手们吧。一号是我们豆丁做的，看一下他做的是哪匹小新。哇哦，这哪匹小新做的栩栩如生啊，也太可爱了吧。不过这个哪匹小新的头上为什么会有一只白色的熊呢？看一下我们二号选手雨婷做的一个皮卡丘，我超级喜欢，非常可爱的一个动漫人物。看一下我们三号，哇，迪迦奥特曼，我要来拯救全人类，这个是我超爱的。四号选手做的小猪佩奇，看一下小猪佩奇这个眼神好像在嘲笑我似的。我们的五号选手婉晴做的是一个派大星，粉色的，这应该是大漠最爱了。看一下我们六号选手野智做的哆啦 A 梦，哈哈，我超级喜欢哆啦 A 梦，因为哆啦 A 梦的口袋里面可以掏出无数的宝贝。看一下我们八号选手做的是美少女战士，美少女变身，这个是我小时候超级喜欢的。看一下我们九号选手樱花做的是一个小熊维尼，他还拿着他的蜜蜂，俺要吃蜂蜜。那这次这几位作品小伙伴们最喜欢几号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娟娟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